这是怎么了？啊！突然肚子好疼！来人啊！快来人！主子，你怎么了？快传太医！哦，快呀！哦，没事吧？啊！太子殿下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。上官主子的胎恐怕是保不住。什么？方才微臣稍碍也是一时缓解，终究是治标而不能治本。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办法倒是有。什么办法？是催生。不行，舍不得。微臣也认为此法过于凶险，但依兰心主子的情况而言，胎很难再保住。别说了，哪怕不要这个孩子，也不能让兰心冒险。不，再凶险我也要试一试。兰心殿下，府中的流言，宫妃娘娘的怀疑，我都知道，只有把孩子生出来，才能证明我是清白的。你这是何苦啊？你知道的，我相信的是你，不是那些流言蜚语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更要把孩子生下来。我不想再让你为了我违背宫妃娘娘。只要孩子出世，宫妃娘娘就会明白我是无辜的。主子回来了，我去给您上茶。等等，是你在里面放了麝香吧？我再警告你一次，不要再擅作主张。哎，结果这是什么？这是催生的汤药，服下后不出半个时辰便会有反应。可以告诉你真相。你娘娘，醒过来了，快点！哎呦，我的主子哟，你快躺下！怎么这会儿还坐着呢？赶紧躺下！哎呦！哎呀！快点，快点，拿开水，开水，开水，快点啊！等着啊，马上就好了啊！哎，来，大口喘气，喘气啊！来，慢慢来啊，深呼吸，哎，就快了啊！喘气，使劲，使劲啊！哎，用力，哎，用力啊！哎，热水，热水，进来热水！哎，主子，来，再使点劲，使点劲啊！啊！恭喜娘娘，恭喜太子，兰心主子产下一女，母女平安。
太子给孩子起个名吧。孩子是灰字辈的，就叫他灰玄吧。玄儿，玄儿。